这小子，看来身体恢复得还不错嘛。龙宝贝，早安。龙宝贝，早安。啊？什么？思恩同学，你可不要一早就拿你的宝剑攻击我嘛！起床了。再五分钟。我让你住我家已经够好了，你现在这样太过分了。两个大男抱在一起，多难看。什么啊？你手下面好像怪怪的，好不舒服。你手这是什么？你帮我弄一下，好恶心，我不敢碰。我是，你真的傻是不是？一定要拿这个，我才不是男。天哪，刚刚真的超丢脸的。应该没被英雄看出来我是奶昔吧？我怎么会答应白场场的白痴游戏规则？你现在这样的脸，这样的身体，要怎么让他爱上我啊？英雄是直到不行的直男哎。怎么可能爱上男的我啦？现在竟然还要我亲手把自己的男朋友给掰弯！天哪，我会不会太悲惨了？我不想一辈子都困在这个水盲的身体里面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帅成这样啊？整个帅到我都大排卵了。不对，我已经没有软可排了。该怎么让英雄爱上我啊？还是先从大男人的哥们开始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吧。喂，今天老师会点名啊，再不快你就来不及了。哦，好，哎，我先去学校喽。哎，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搞电脑，我背包。